下版本新植物爆料，它的名字叫蝎尾交金枪手。一技能类似猫尾草，具有 GPS 性能，但不同的是它会优先攻击最靠左侧的僵尸，并且一轮射击后需要换弹。特别技能补网枪，个人感觉这是个坑爹的技能啊，因为它是一次性的，发出三个网子盯住最靠近它的枪，后就没用了。 Nope。 大招旋转机枪疯狂发射子弹，个人评价一下，手持机枪加特林，但完全看不出来它的火力压制，特别是大招，是在耍杂技吗？三秒一个感觉很废呀。普攻伤害不知道咋样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说不定能代替魔法魔力在火力值里叱咤风云。我看你是想多了，还代替魔法猫咪，能不能得到它还是个问题。八成又是个金卡植物。官方还公布了新装扮，该说不说，机枪豌豆装扮有点不属于 PVZ 的美。装扮券类似植物碎片一样，能兑换绝大部分植物的初始装扮，较难获取的装扮需要花费更多的装扮券。装扮券通过每日签到、看广告、活动、氪金等等获取。 PS， 装扮券仅限兑换初始装扮，其他限定的、稀有的啥的基本换不了，除非拓维良心发现，说不定就能获取部分稀有装扮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新版本爆料的全部内容了。